学生、好老师的那个角色好，我们先看 PPT 就好了。那我们自我介绍呢，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你的鞋子。哎，大家的表情突然，糟糕了！啊，今天随便，应该大家都有穿鞋子吧？所以就算随便穿，还是有鞋子的哈。等一下的主角是鞋子，那介绍的时候呢，要怎么说呢？这是谁谁谁的鞋子？所以你可以讲你的名字，你也可以讲你今天要让就是大家就是叫的绰号。然后呢，我的主人，请注意，你已经不是你自己，现在用你的鞋子来发言。我的主人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我的主人常穿着我做什么？他是个怎样怎样怎样的人？好，三个特质，正向负向都可以。你自己觉得正向负向，对我来说是没有所谓正向负向，可是如果你自己有评价的话，不管哪一种都可以，直觉。然后离开前呢，让你的鞋子互相说谢谢。好，那我必须要找人来示范，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示范一下？好，请。太棒了，老师，您是哪个学校？来自哪个学校？我是彰化县园林高中。哇，你从园林一早来，你的眼镜哈。那我们要来示范一下，那考验大家的脚力。好，我们要站起来。不要升那么高，对吧？谢谢你，还好我是穿裙子。我们等一下是要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对两个鞋子要碰在一起，然后完成上面一个的话，好，那我讲完 A 讲完，换 B 讲完，这样可以吗？好，那问题来了，如果脚力不好怎么办？不用不用不用，这样有点尴尬。你可以扶着，或者是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就是两个脚在下面。可是你的焦点主角在哪里，你的眼光要在哪里，看电影看电视看什么都一样，主角是谁你就要看谁，这样子 OK 吗？可以吗？好，我等一下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那不可以找已经认识的，好，不要说谎，我相信你都很诚实。好，所以五分钟的时间，这一张我会留在这里。好，那大家就尽量找安全的地方，尤其是那个空间这边走道会比较狭窄一点，大家找比较适合的地方。现在到里面的分享，你刚刚有没有哪个伙伴给你印象就是最深刻？然后你给他的什么回馈？他跟你介绍了什么？你给他什么回馈？调整一下，因为大家回到位置上，因为老师要分享的，大家知道吗？老师要配合学生的，请大家听到吗？请大家现在跟你同组的伙伴稍微分享一下，刚才听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分享是什么？好，然后呢，你再告诉对方，你刚才有没有给对方什么回馈？正向回馈，应该有人是正向，所以正向回馈，请注意一下，回馈只包含语言吗？所以刚才到底给了你一起互动伙伴什么东西？来，我给大家五。我看五分钟太少了，因为我们现在主题比较……来，我给大家六分钟，所以才六分钟。那我们现在要邀请伙伴来分享他个人资源，所以在课堂上我要用抽签。好，哎，不，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太受宠若惊了。来，老师来，来，我们先听老师分享。那等一下，今天分享的时候，就是原则上就是，如果你愿意到前面就到前面。那如果就是你要在位置就在位置。那使用麦克风是因为我的人数稍微多了一点，可是如果你不想使用也没关系。哦，我知道有人就是中气效组的这样。我没有气这样。好，其实我最主要想分享的是，我们其实都很，你要跟我分享是大家，就是我们都很听老师的话，就是想要跟着这个，然后看着鞋子，可是其实都很不自觉的。我们在，因为我们平常学习到就是要跟着有位在讲，所以就会呈现一种尴尬的心情，看着眼睛，然后老师讲说看鞋子，然后再看，因为还没有记得昨天要做什么。然后刚有听到伙伴分享说，就是有老师很厉害，很快的就记得昨天要做什么的，所以都没有去看这个，就是说。看鞋子的眼睛，但我觉得还蛮厉害啊！我还做不到，就是我还会很紧张的，就是看一下那里。但是我的心情是很开心跟兴奋，就是很好玩这样子。很好，很好。我已经开始拉到了，所以我现在很紧张。紧张的原因是，
还是很远，真的。好，我们先给老师一个掌声。Thank you.
关系。好，还有吗？谢谢，谢谢。大家，大家有时候太投入会忘了掌声，那就没关系。可是如果你需要掌声，就跟大家说，怎么没有掌声之类，或请大家掌声鼓励，好吗？好，那还有老师要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鞋子可以看出什么？包含刚才你有没有听到，我的伙伴像他穿着我做什么的时候？大家有听到，但大家都没有说。大家今天是宝宝吗？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包含今天对我的鞋子的观察是什么？就是觉得我用鞋子，你还可以从鞋子观察到一个人的个性。都知道，那我会自然而然的就在。
所以大家就很认真，包括今天会来演习的老师，我们就一直努力在想办法，要去修正我在教学上面遇到的一些状况。好，那事实上，如果在三 P 二里面谈的就是问题的本身不是问题，那你是说不去解决、不去面对，其实关键是在如何面对才是个问题。好，这是三 P 二是说的。那等一下我们会再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如何面对才是关键？好，因为他可能是就那个语言上押韵啊什么，他会说哦，如何面对才是问题。事实上就是你怎么面对才是事情的关键。还有，我常常遇到这种状况，我老师很热心很急，然后很，包括今天我跟我的同事对话的时候，他讲了好多好多好多，我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想解决什么？你想解决问题还是解决人？我们常常就因为人而有了问题，可是我们急于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常常是解决掉这个人。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能觉得用最快的方式就把那个问题压下去，可是事实上也让这个孩子跟你家的孩子或者跟你的同事之间不断跟他对话。当然，我们可以有意识的选择不要跟这个人有联系。可是如果联系孩子呢？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在大人的世界里面，我可以选择要不要跟你联系，夫妻我可以选择我们两个要不要感情好。可是小孩子呢，不要忘记我们在不对等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他不太有太多跟你互动上的选择。所以常常老师的阴影就决定了很多事情。那我们到底想解决问题还是解决人？其实我常常急于解决问题，就把这个人解决掉了。OK， 等一下我们会在谈应对姿态的时候会谈。我们先来看一下冰山好了。其实，在刚才我们在讨论很多事情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我们同样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包含我请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人正常就很紧张，那我们没有再往下挖，其实可能跟他过去的某些经验是有关的。那为什么对于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场景、同样的状况，毕竟大家都是老师哦，同时性相对是高的哦，可是我们还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在情绪，其实跟我们的什么？内在冰山有关，那内在冰山的缘故就会产生我们的应对姿态不同。所以这个是小影片，是亲子冰山做的，我觉得它做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好，来，那所以你现在是？